我杀了玄华子！沈墨清，你吓到苏冉冉了。我杀了玄华子！我秦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千年之久，你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目下无尘的玄华子了。说吧，有什么遗言？想当初玄华子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如今你不能杀我，你不能杀我！那猫妖喝了我的炼魂汤，我死了，他也必死无疑。
成了这种疯魔的状态。解药在哪儿？什么？在哪儿？都是因为解药在哪儿？解药在哪儿？停下来！青哥，解药在哪儿？我的青哥。宋福，他要逃，对，他跑不远的，我去追。金哥，金，猫儿，猫儿，只是晕过去了。他喝了炼魂汤，又被赵青山刺了一剑，能挺到现在，已经是极限了。你照顾他。我一定把解药拿回来。传送符能达到方圆几十公里，你上哪去找？再说，就算你有时间去找，苏冉冉能有时间等吗？那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保住他的命，先带他回去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会像苏清寒一样的。好。我已经给他服下了固灵丹，能把炼魂汤的药效缓和下来，不过，苏然然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猫儿？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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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然然，苏然然，别过来！苏然然，青哥救我！青哥救我！青哥，别怕，救我！我在，我来救你了。青哥救我！救我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青哥，你在做什么？青哥，好脏，好恶心，可是我洗不干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已经洗得很干净了。不用再洗了。哟，这是在求婚吗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我有些话要跟他单独说。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，
炼魂汤根本没有解药。好消息是我有办法化解，不过你一分为二的灵魂只能留下一个。留一个？没错，我可以把炼魂汤倒向其中一个，留下另一个。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，所以到底留下哪个你得做出选择。留下他吧，其实我们两个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苏清寒。现在的我满脑子都是复仇，我非常清楚，当一个人的心里只剩下仇恨时将会多么痛苦。我不想重生一次只是为了这些活着，所以才一再放纵他，想让他活成我想要的样子。秋壤，青哥眼中的苏然然，永远保留他最美好的样子吧。你不行，让他留下。自从来到青哥身边，我一直霸占着这身体的主动权，贪婪地享受着跟他相处的每一点时光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就算现在消失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剩下的时间就留给他吧。你们两个，哎，算了，还是听天由命吧，到时候留下哪个算哪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
生一世徒留半盏残桥冷落人间，是水面不复离离平生千古风悲，风鸟雨飞。听说你不想踏进夜王府，你不踏进来想干啥呀？你不踏进我们夜王府是想飞呀？啊！